这散步还要再过一次啊？你们谁有手机可以借我用一下？怎么这个时候接电话？我刚刚跟女朋友报告说要加班，女朋友正在赌气。如果借给老板，万一有什么信息弹出来被看到，就大事不妙了。老板，我的手机没电了。怎么这个时候接电话？好不容易找到十里桃花，还没下载完，要是被老板发现我在追个剧，会被鄙视的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没带手机。那你呢？怎么这个时候接电话？我刚好设置了如何取代老板的直播提醒，只有3分钟就要开播了，来不及关闭，要是待会儿弹出提醒，那岂就是出糗了？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手机停机了。看来我的机会来了，拥有华为 Mate 9，轻松保护隐私信息。这个指纹解锁的是常用空间，另一个指纹解锁的是隐私空间。见领导一点也不怕尴尬，我怎么那么机智呢？我，老板。好在我自己的短信都在另一个空间，老板什么也看不到。小子不错啊。这是我女儿露露。啊，你怎么偷拍我？没有啊。拍得好看吗？让我看一下。怎么是空的？看我的。哇，为什么要这样子的？我刚看都没有哎。隐私空间功能果然是助攻神器，迎娶白富美，当上 CEO， 走上人生巅峰。我怎么那么机智呢？我。哈哈哈哈。难道你也没有吗？好吧。